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萝卜报告。我现在是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参加全新广汽本田奥德赛的试驾会。这台车呢，相比普通的奥德赛，最大的变化肯定就是动力总成了，所以我也从动态试驾的部分说起。至于外观内饰方面，其实变化不是特别的大，我就略过不说了。而在聊完动态驾驶部分之后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台 MPV 奥德赛的一些特点和特性，值得跟大家说的地方，以及混动化以后它车体结构方面，包括电池布局的一些变化，这些都会聊到。而最后一点要分享的就是在奥德赛全面混动化之后，它的市场定位和一些竞争力方面所产生的变化。所以聊完这三大点，我相信这期视频绝对短不了。我们也会在画面上给大家包装上我现在正在聊的中心的思想，这样方便大家去查找，包括去拖动的时候看清楚我在说什么。这也是一些热心的观众反映的，我们也觉得很不错的改进啊，这次来试一试。首先本田的 MMD 系统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普及啊，大家也都了解了它的一些特性了。那么混动的奥德赛当然也就继承了几乎所有的优点，比如响应非常迅速，非常线性，不需要跟发动机驱动进行匹配的这么一个电机驱动为主的架构啊。还有一个本田我觉得内功最深厚的地方，就是它刹车踏板的调教。虽然这是一台以混动系统为主，也注重动能回收的这么一台车型，因为你在踩刹车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它是在动能回收的，可是整个脚感的设置，无论从初段到末段，到包括传统制动的卡钳部分和能量回收部分的切换衔接，还有停住那一下整个车辆的一个姿态的稳定，制动力的一个缓释，都做得非常非常的优秀。这个我觉得依然是最大的优点，尤其是在后来不断的试过一些哪怕是真正的电动车都没有这方面做得好，这还是本田一个很大很大的强项啊。所以这些不用多说了。那么我觉得最主要跟大家考察的就是这台车它的噪音控制水平怎么样，因为我当年长测的混动 CRV 的噪音实际上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到后来的混动雅阁和混动 Inspire 一个不断的强化。那么混动奥德赛是什么样的水准呢？首先说怠速的水准，包括我这台车停在那里，因为我开空调长时间的一个P 档停车的时候，它发动机的一个启动，很多时候在这种工况下，发动机的启动产生的抖动和震动是要比你行驶中再产生抖动和震动要明显的多得多的。这方面奥德赛处理的也很好，无论是噪音，无论是启动的这一下的抖动，还是它整个哪怕一直在低转速发电，它的一个声音都控制得很好，这个是我非常满意的一点，明显是要强于我当年混动的 CRV 的。至于行驶起来的部分，像现在这种不是非常强的动力请求，整体的发动机的噪音，它发电的一个噪音控制也不错。而最后就是急加速的时候了，给大家试一下，现在60公里时速，3、2、1，走。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明显不明显啊，基本上和我的混动 CRV 差不了太多，可能略好一点啊，还是这种接近于我来形容的话，就是装修式的发动机噪音，声音不好听，音量贼大，而且毫无任何的韵律感，那种声浪的变化，所以依然是一个很令人困扰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特性在混动的奥德赛上反而不是非常的要命了。为什么？是因为这台 MPV它的定位，或者说是我开它的时候，我一个很佛系的心态就注定了我很少会用到像刚才那样60公里我全油门加速到100这种工况是很少会遇到的。我觉得更多可能是您在省际穿越，或者说是长途行车的时候，高速路还不行啊，只有单向车道的山路要超车的时候，这个才会是一个可能的让你觉得头疼的问题。像是今天一路我正常的行驶，你都是完全用不到刚才那种声音级别的加速的，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窍门啊，或者说是一个很贱的一个小诀窍啊，就是当年我在长测混动 CRV 的时候逐渐去发现并且实践的，利用你油门踏板踩踏的一个力度的变化，在差不多的加速的情况下，或者说是略微慢一点点的情况下，但是能让它的整个发动机发电的声音降低很多，它的静音性感觉很好的一个技巧啊。因为现在高架有点拥堵，所以我会之后给大家补一些 GoPro， 但是我跟大家继续聊啊。简单说来就是，如果我40到60的一个加速，我的踩的是这样踩的话，就这样逐渐的踩，越踩越深，那它的声音确实就会越来越大，而且到最后会大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步。又或者是你踩得很猛，但是你油门踏板踩完之后你的幅度不变了，那基本就是刚才我那段发动机的
非常大的噪音了。但是如果你踩的时候掌握一定技巧，就是我先踩得狠一点，然后往回收一点，然后再慢慢回收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再控制力度加速，其实你会发现从加速的效果上来说，它跟这样慢慢踩下去差别并不大，但是从声音上来说好了很多。就是40公里我用缓慢的踩的方式是这样踩，好，这样声音就会比较大。好，用小剑招先踩松，继续踩，听见了吧，几乎没声。这里面原理是什么呢？首先它的发动机的声音或者说是它的转速是和它的车轮的转速没有任何正相关的，它只是一个发电量的一个增加，它的电机的转速带动发电机的转速的增加。而它又必须要遵守一条定律是什么呢？如果我油门踏板往回收了一下，那么它就必须要把发动机转速给降下来，这样才符合人类的一个正常驾驶的习惯。而且它往回收的这一段如果是正常的内燃车，你可能会涉及到发动机它也许就升档了，很积极的话，或者节气门开度的一个变化造成你的加速度不够。但是其实这台车就算往回收一些，你看一下它的加速还是很够的。这个就是利用这点诀窍，趁着它的发动机转速还没有起来，但是电机是先从电池取电，车速已经起来了，利用打这个时间差和油门踏板释放来控制它的声音。这一点其实它的 S 档是更容易实现的，因为 S 档的油门初段是更加的敏感的。我今天也去实践了一下，跟 CRV 一样，这套小剑招还是依然管用的。这里怎么说呢，如果作为一个车评人，我之前说过啊，我希望厂商会给一个安静模式。什么叫安静模式呢？就是我不在乎它的效率和它的发电，在我急加速的时候，你的发动机先别着急介入，先多用一下我电池里的电，等到现在我这样匀速巡航的时候，你再进行低转速的一个补电，把电池电量充上去就行了。这样的话肯定让整个发动机的 NVH 水准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这是我作为一个车主我非常想要的一个安静模式的功能。当然我知道作为车评人提出这种要求就会显得有点业余了，不说别的，就我能想到的工程师团队肯定已经想到了，而且一定是因为一些难以解决的技术难点所以没有实装啊。就光我现在就能想到至少三点原因。首先第一点，如果采取我刚才说的那种方式，那么就会打破一个最经济的混动循环，对于它的油耗是有一个很不利的影响。其次是刚才那种模式下，它的电池的充放电频率以及它电池的一个剩余电量的阈值的保持都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可以保持一半的电量就行了，而且也不用那么频繁的充电放电，但如果是那种模式的话，可能会对电池长期使用的寿命有影响。最后一点就是我只依靠电池的电量而不依靠发动机发电去给驱动电机供电，这种情况下它的一个负载是否够用也是一个需要值得去攻克的一个课题。但是作为车评人不能提，可是作为用户来说，我真的想它有这么一个模式，不在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让我享受一个更安静更平顺的行驶，平时加速感受更好，尤其是作为 MPV 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这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啊。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它的底盘的舒适性以及它的一个隔音性能。我说的隔音就不是发动机了，而是整体的一个隔音性能。因为此前奥德赛一直口碑都不太好，但是今天我来开这台车的时候，虽然杭州有一个特点，就是杭州的一个减速带高度都不是很高，所以可能对于悬架的震动没有冲击那么大，但是它的整个表现是相当好的。而且现场有一台工作车是2016年8月出厂的2.4的老款的奥德赛啊，那台车我也去试了，也一样的好。这跟我在2014年试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也是在一个西湖还是太湖边上，反正就在这附近吧，那个车辆过减速带的时候几乎能听见塔顶感觉在金属撞击的声音，咚咚的，完全不一样。后来也跟厂商的人员沟通了一下，其实他们在2014年上市以后，很多媒体很多用户反映底盘太硬之后，在2015年末2016年初开始生产的奥德赛已经对它的悬架的软硬度进行了一定改良了，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惯性，因为第一波的这个舆论已经出来了，而后续的他们这个改良的宣传可能又不太够，所以大家印象还是奥德赛非常非常的颠。可是今天我实际感受下来已经不是那么的颠了，除了一些初段的路感保持的我觉得还是略多了一些，以 MPV 的定位来说，尤其是它后排，我坐在后排去感受的话，一些路面的小接缝啊，轻微的起伏，轻微的不平，这些尤其是后排，我觉得是比 GL8 是有依然有
可以感受到的挺明显的差距，但是前排其实已经很好了，这是我对它底盘的舒适度的一个感受。最后是它的隔音，是说的整体隔音，包括路噪啊、风噪啊，现在这个是堵车啊，但是今天我们来的路上有一段高架其实是不堵的，我们也开到这样的时速去试了一下，我觉得控制不能说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顶尖的水准，因为很多时候包括这台车本身的风阻也比较大，这些你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一个中上水准，尤其是胎噪，轮胎的胎噪虽然在杭州的道路，它不是北京我常去开那条路啊，我没法判断的那么准，但我能说的是肯定比我的混动 CRV 的那个胎噪是要好，而且好得很明显的，是这样一个感受。所以今天半天多将近一天的时间开下来，我觉得我对这台车的整体的驾驶感受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另一个混动奥德赛的亮点就是看配置单，它几乎全系标配了 Honda Sensing 自适应巡航和各种驾驶辅助系统啊，为什么说几乎，是因为它一个最低配没配置，但是从次低配开始就已经全部成为标配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此前跟大家试驾混动的 Inspire 的时候就聊到，相比比如马自达的一个自适应巡航和辅助系统，还有丰田的一个，他们都不是全速域的，本田这是全速域的，而且支持一个排队跟车和停稳以后我停住然后摁一下 RES 键恢复行驶这么一个功能，尤其是在搭配上它整个非常非常线性绵密的启动，让你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混动的动力总成，我觉得是对于你整个车辆行驶的幸福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很明显很明显，远比一些什么悬架呀方向盘手感的提升我觉得要明显的多，完全不懂车的也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得到啊。这套系统用在奥德赛上，也面临和 Inspire 接近的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它刹车会刹得显得猛一些啊。关于这一点我观察了一下，大概的一个规律啊，就是如果前车是一起慢慢停下来，停得很线性，那没有问题，我也能很线性的停下来。但是如果前车像是一动一挪的时候，这种时候前车往往它刹车的力度看着挺均匀，实际上是不均匀的。作为人类来说，我们会自由的控制跟前车的距离，不会出现停的时候点头的现象。但是作为现在的一个自适应巡航或者说是排队系统，它一定要保持跟前车一个合理的间距，那么就会造成前车刹的时候稍微有一些不线性，我会跟着点头才会刹住。这个在刚才我也拿手机录了啊，在收费站我们要出去的时候，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明显。还有一点就是当这个路出现一些坡度的时候，因为杭州很有意思啊，我们刚才走的路很多时候在红绿灯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类似于驼峰的一个鼓包，角度不太大，但是确实是有，它不是很平啊，但这种时候刹的也不好。关于这一点就真的只能期待厂商进一步优化了，因为它不光是一个技术难题要去克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安全冗余度的这方面也要去克服。最后再多说一下，也是每次我讲到这些自适应巡航和辅助驾驶系统都会强调的，一定不能完全的信任它，尤其是你前面不跟着车的时候，如果前面有红绿灯有车停在那儿，它多半是认不出来的，这台车也一样，这个无论是哪一家的系统几乎都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就算它能刹住也是因为它的一个紧急的自动制动系统就把这车刹住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或者我来说一下的话，其实最好用的就是现在这样高架上跟车走走停停，可能偶尔停住一下，然后经常是走动着的，会极大的减轻你的疲劳感，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这个是我对包括 Honda Sensing 包括所有的这种辅助驾驶系统目前的一个理解，这个也再次强调是混动奥德赛尤其是它整个车型定位来说一个巨大巨大的优势。所以今天一天试驾下来，我对这台车驾驶部分的总结就是动力的线性和平顺还有绵密我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个是我在预期之内的，但是它的底盘的舒适度，它整个隔音的感受是超越了我的预期的，毕竟我还是带着2014年奥德赛的那种主观感受来到这里的啊，所以算是一个我觉得不小的惊喜了。也跟大家实话实说啊，来这路上我当然脑子里其实已经开始大概在想这台车怎么说了，因为我觉得 iMMD 混动我试了太多了，而这个奥德赛本身我也试过，所以我在飞机上就已经开始编这次我要跟大家聊的大概的这些要点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算混动的奥德赛依然吵依然很颠，但是凭借它动力总成方面的一个绝对的优势，它依然非常非常有竞争力。这是为什么？是如果你想战胜竞争对手，你有两个可以做的选择啊。第一个选择，你是把曾经你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你给补上来，补的跟竞争对手一样好，另外就是竞争对手做不好的地方你有一个比它强得多得多的点，强到可以让大家忽略你的缺点，也是一个做法。
说完动态驾驶感受，接下来我很快速的说一说啊，这台奥德赛，或者说是跟混动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奥德赛本身作为一台 MPV， 它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首先是前排这里啊，我觉得最值得说的是它这里的这个算是一个储物格吧，一个可升降设计。它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呢？其实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包括这里也是像这样可以折叠的，折叠之后这样。它最大意义是在于，当你停到一个非常窄的地方，我可能是左边非常靠近墙或者非常靠近障碍物，我开不开车门，这个时候我非常舒服的这样一挪，哎，就下来了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保留的很好的一个设计。另外就是它中控仪表里的一个油耗的翻译吧，错了好久好久了。我那混动 CRV， 包括后来好像啊雅阁，都它在这个现实里程和一个已实里程翻译一直都是错的，现在终于是翻译成了现有里程和我的上一次驾驶的里程 previous drive， 终于翻译对了。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对于本田来说很大的进步了。这个就是大概我前排想说的，别的也就没什么，别的包括前排座椅也非常非常的舒服，或者说它的舒适度是要远好于绝大部分 SUV 或者说是轿车的。这个不光是和它座椅设计有关，也和它本身的空间的布局，包括它本身车型的一个定位，对座椅的一个优化，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啊。接下来我来说一说第二排。第二排首先这一代混动奥德赛还有一个小亮点，就是它有一个魔术感应开门的功能，大概就是这里有一个感应装置，你可以一挥手它自动就开，不过只有在顶配车型上才有，而我们这些试驾次顶配车型都没有这样功能。我觉得这样功能的使用场景其实并不多呀。很多有孩子的媒体老师们设想了一个情景，倒是我没想到的，就是当你抱着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抱过来让孩子拿他的小手挥一下，车门就开了，挺有意思的。但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逗闷子的功能。我们还是主要说一下它第二排的一些设计吧。我首先想说一下它的座椅一个 V 字布局和它一个车身宽度的关系。首先为什么它要做成 V 字布局，是因为它在正前方的时候它是受到这里的一些限制的，它要往后移的时候它要往里推一下然后再往后移。这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关于奥德赛车身宽度啊。其实一台车在城市里的灵活性除了长度之外，宽度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你停到那些尤其是商场地库的停车位里的时候，很可能两边的车都宽一些，你连车门都打不开。这个时候你像一些 GL8 呀，或者一些更大尺寸的 SUV， 动不动1.9米两米左右的一个车宽是很难受的。而这台奥德赛它的车身宽度实际上是跟 GL6 那个级别的车型差不多的。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城市里的实用性其实是更好的，只不过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首先它的座椅刚才说了有一个 V 字滑轨的设计，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车宽的限制。另外就是它的座椅的这个扶手两边，其实我给大家做一下啊，你看我这两个手如果真的枕着扶手的话是这样的，我的肩膀是缩着的，我真正应该是这样。像是 GL8 比它宽，其实也就宽了这么多，两边加起来也就宽了这么多，但是 GL8 的可以更好的去搭上，它这个就会略微有一些困难，这些都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啊。包括它的腿托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是比较偏窄的。其实我的腿最舒服的是这种姿态，而它的腿托实际上我给大家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腿托的宽度其实是不足以支撑我这样稍微的分着点腿的时候它还有支撑的，这都是小遗憾。但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你得想想，因为有一些设计你获得了什么，你会失去什么。绝大多数工程师他不是傻叉，他的一些车辆的设计做成这样肯定是有一些他固有的原因或者说他的限制的。同样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后备箱，他的后备箱依然保留了就是第三排是一个魔术空间嘛，能完全折叠到地板以下这样的设计啊。这样设计好处有两点，一个是你在装载一些行李的时候，它的地板非常非常的低，而且非常非常的平整。而且当你在使用第三排座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第三排座椅你会发现它搁不了行李，是因为座椅角度的问题，你等于搁这儿的时候它就顶着车门了，但正因为有这个凹陷，你可以把这个箱子坐在里面就舒服很多，这些都是它最大的优势。但是相应的，它为什么也混动的奥德赛也没有选择把电池组放到这个凹槽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呀，而是放在了原来备胎的位置。那么你可能损失了备胎，但你换来的是保留了第三排的一个魔术收纳功能。除此以外，它的第二排往前推的方式也不像普通的 SUV 啊一些车型一样它可以完全的放倒，它是要推到最前的，然后可能后面的纵深空间大概我目测啊1.5米-1.6米左右，没有那些一些旅行车动辄1.8米-1.9米快2米那么长。但是你要做成这种可以折叠的可以放平的座椅，那必然它的乘坐舒适度
就跟这种航空级的座椅或者航空式的座椅有非常大的差距。这个座椅虽然窄了一点啊，我胳膊肘可能要这样放，我不能这样放，但总体来说它的乘坐舒适性是碾压级别的，相对那些 SUV 来说这是一定的。这就是我想跟大家特别想分享的事儿，就是一台车很多的设置你总要知道你是因为牺牲什么而获得了什么。好，最后的最后就是我开场跟大家说的想聊的关于奥德赛混动，因为它变成混动之后，我认为它整个市场的一个定位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对于家用来说啊，你得到了一台更省油更好开更平顺的混动的奥德赛车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就不太说了啊。包括我看现场很多媒体老师老车主对这台车的满意度都是挺高的，可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隐藏在后面的它可能会涉及的领域是这种商务接待的领域。像是在北京吧，我不知道别的地区怎么样啊，其实商务接待还是被 GL8 这样的车型所垄断的。你去网约车也好，包括有一些算是这种租赁外派公司也好，给你派的接机的这种车，比较高要求的有奔驰 S 有阿尔法这种车型，但是最普及的还是 GL8， 因为它的品牌形象，包括它整个长期的上海通用在这方面的一个耕耘，包括各种合约，其实都是有它的优势的。像当年也就几年以前，我记得很清楚，不是887就是91.5吧，一个广播电台都会有广告说，如果你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你可以凭借你们公司的营业执照，大概17-18万、18-19万就能买到一台最低配的 GL8 作为这种商务用车。所以在这方面本田的奥德赛肯定是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它在这方面的我觉得市场上也没有什么建树啊。可是引入混动之后，它的油耗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不可忽略的优势。像是今天早上我们去过那个钱塘江的什么公园那个拍摄地的时候，相当堵车，平均时速是17-18公里，我清零之后看了一下整个开起来的表显油耗，大概在7升多，7到7.5升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啊。以我对之前长期测试混动 CRV 还有我们的老傅那台混动斯铂瑞的角度，就是本田的这个油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准的。如果是这个油耗的话，像是今天早上那样的路况，那么多的红绿灯，那样的拥堵，如果是一台 GL8 的话，它的油耗我觉得不会低于13升，甚至有可能会更高。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考虑到这些车商务用途的车除了跑长途之外，很多时候也是在城里行驶的，它一公里的油费的差价可能会最多到5毛，最少也能大概到3-4毛，咱们按居中就按4毛算啊。这种商务用途的车一年的里程是家用车没法比的，至少是5到10万公里这么一个量级，那每年省下来的费用是2万到差不多4-5万的这么一个水准，它会战胜一切其他的优势。就像我刚才在说这个车动态驾驶的部分快最后的时候跟大家说到啊，就是你可以在某一方面做得很强，强到让人忽略你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劣势，在油耗方面它就有这样的潜力。只不过因为产能和本身的定位缘故，就是奥德赛相对来说是一个很稳健的车型。今天我也跟厂方沟通，就是厂方并没有想把这台车作为一个像雅阁混动那样价格定的也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低，去扩大销量，然后跟其他竞争对手去抢市场，它的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也比较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它不会有意愿，或者说是它本身的产能，它的 IMD 现在是处于一个，各个车型都在争的这么一个局面的情况下，它不会有太大的动力去做这件事儿。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它的潜能所在吧，是一般的家用用户可能体会不到的。最后有一点是我之前全都没有说的，但是厂商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台车的操控性能。我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一些道路上也稍微的激烈驾驶，然后模拟了一下蛇形绕桩，感受了一下啊，确实没有很忽悠的感觉。可是对这台车的操控，我没有一点点的要求。这台车就是在我心里啊，至少在我心里，就是一台舒舒服服的车，包括现在混动系统加持以后，它的油耗、它的平顺性，这些就足够了。这次试驾会实在是时间太过紧张啊，一方面现在天也大家能看出来已经明显黑下来了，我也没法跟大家再说太多了。其实，从这一点上能引申好多话题想跟大家聊，包括说行驶乐趣，为什么混动车型的行驶乐趣和声浪是有直接的关系，想聊这个话题，想聊一下到底什么是所谓的不将就，就是 MPV 和七座 SUV它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儿，或者说到底该如何选择，这些话题今天肯定都来不及了，所以也非常遗憾啊，只能聊到这里了。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见，我把那个选题可能以别的形式或者说别的机会再跟大家好好的深刻的聊一下吧。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了解混动奥德赛的各方面特性能够有所帮助，谢谢大家。